来哟、哦，我们要来买这个饭。迄个我要食迄种牛肉饭，啊不爱加咸。哦，安尼。好，来我们，哦，今天的菜色好。来。鳕鱼跟鸡腿。好。快点吗？经济餐。快点。啊，不会养乐多了。他这一家常来买。哦。哪里呢？我要一个。好，来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多谢。好，啊，伊只哦，这么长茶啦，红茶啦，什么烧的哦，在这个友中路这边，我较早那咧咧做业务哦，在外务啦，咧送货啦，食物件拢无准时，啊就用我讲啊，想着我就在这边买个便当，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物价，我记得这个从70块慢慢吃了十几年，慢慢涨到100了。啊，这里啥？怎么物价上涨？没办法，只要扒开要紧了。谢谢收看。